加贵啊，长绿灰。第二款，它一朵花就是一个种子。不粘人了。哎，它散开了以后，一贵啊，长绿，集中在为什么它集中在一起？还有旁边这个花瓣。花瓣，它利用这个花瓣来吸引昆虫。中间啊，中间有很多，因为这中间很小嘛，不容易让昆虫嘛，它就会吸引昆虫，它就会有很多，让昆虫比较容易看到。它的传播方式也和一般的花，什么靠风啊，靠水啊，它不是，它是靠动物。黏在你身躯的，你很讨厌它，对不对？对。它还会有刺痛的，你会把它拔掉。你讨厌它，很高兴，因为它达到了，你把它带离开，然后帮它传播。哦，这个种子啊，这个是大花前锋草、虎兰宫、鬼针草、某兰宫又一个呀。恰杂不？很不好，然后还勾大海狼，然后哎。难怪人家说女生说讨厌就是喜欢。对不对？是这样。相反的，是不是？你，哎。刚才一直写，多少？你接了？